那种呢，叫碰见那种那股哈，那开车都错，什么走那天，都错了嘛，你要么走我路的呢，在内蒙的都错的呢，都那要和工作赶上，就是嘛一天都要过要么弄白走呀，内蒙人去怎么弄呢？叫了中介，没叫了口就走呢，只有熬一点的人住的街。有我找你，这里温州这里摆在了呢。都那么的也都要得还考得那些事呀，得还鸟事呢，去年要就还，你懂老比较好点，你没没的，要就还懂老点的多呢。